举牌妹接力秀，露娜蛋蛋好吸睛，预备起，吸睛雷蒙。职业撞球总决赛的好康就是每天都有两个举牌正妹啦，他们不但都选了充满喜气的桃红色，更是挖空心思要带给大家最美的视觉飨宴。 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叶蛋蛋，我的身高是165公分，体重43公斤，那我的三围是32C 22 33，平常呢我通常都是在拍一些网拍啦、平面 MV 广告，然后还有一些电视通告之类等等的工作。叶丹丹自曝高中时原本84公斤，花了2年时间减到剩下一半的体重，昨天大方露出美背。这一套的衣服呢它是主要是以露背为主的，那是不是觉得很性感呢？好看吗？另一个正妹则是37，同时也是像样女孩和 Today's Angel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una。那今天呢，很开心可以在职撞总决赛的时候呢，来参与举牌的这个工作哦。那我希望呢，能把我最好的表现带给大家。那也希望呢，大家可以多多投我一票哦。Luna 第二次来举牌，据说是举牌界撞球技术最好的一个，一杆可以吃10颗紫球。这套服装的特色呢，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颜色，它的颜色非常的耀眼，而且过年快到了，所以我特别挑一个桃红色哦。那第二个呢，它最大的特色在腰际的部分，是不是非常清凉呢？这是个透肤材质的哦。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今天的服装。动新闻，可以每个月都来一次决赛吗？报道。